如果你是攻击反对的人，你是讲嗯，说你是不喜欢医疗的进步，嗯。来，你是觉得说生病的人啊，如果是有腰酸背痛啊等等的问题啊，你是不支持的啊。那50%的人在加州的话都有医疗的问题，嗯好，所以你不支持医疗的进步，你就是在歧视有医疗问题的人。大家好，欢迎来到瑞视频。这一期呢，我们还是要聊一聊我们加州在本次大选中的一些公投的提案。那今天也是我们这所有提案系列的最后一期了。现在我们还是有请郑伯仁律师。胖，你好，咱们这次就谈两个医疗类的提案哈，就是23和14。您能先介绍一下这个14号提案吗？所以肝细胞提案的话是这样子，在16年前，加州有希望说可以从我们的居民借了3个 billion 就做这个肝细胞的研究。那16年以后呢，他们多需要5个 billion，这个5.5 billion 的话加上2.3 billion 的利息，他们是希望说可以再做这个研究。那我们要讲说，我们可以理解，肝细胞的话在全世界，加州好不是在站在最前面，它现在是有一点是在跟别的国家在跑，哎，肝细胞的话，如果是在亚洲，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研究的过程。对。可是问题是什么呢？现在加州如果是自己要再把这个5.5 billion 加上2.3 billion 的这个利息，从我们居民拿出来的话，很多人觉得已经太过分了。还有人家是讲说，虽然加州是一个很强的州，虽然在全世界里面是 number five，加州是一个州，加州不是美国。如果今天的话，人家要做肝细胞的研究，为什么不叫联邦政府把钱批给加州，让加州做？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有很多人在反对，他们是觉得说，这个肝细胞的研究的话，不应该是政府来做。如果今天的话有私人的医院要做，让他们去做。对，因为每一次政府如果在做研究啊，政府都会乱花钱，因为政府是一个非盈利机构，不是一个盈利的机构。所以有很多人，包括共和党，在反对这件事情。他们是觉得说，肝细胞的这个研究虽然是对很多人很有帮助，可是这个是一个花钱的。这个思路，然后我们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要反对。对，所以这个十四号提案，也就是说，如果这次十四号提案你投了 yes，那你就同意自己再拿出钱来支持他们这个研究；如果投 no 的话呢，就是停止这个研究，是这样吗？对，所以如果你支持是试提案，你是支持政府去拿把这个公债放出去。好，那这个公债的话，人家就会去买。那公债的话就要利息啊。对，那如果有利息的话，那最后是谁在付？是我们居民在付。所以这个公债他们要放出去的是5.5 billion，我们最后的利息是2.3 billion，好，几乎是我，50%。对，这是很多钱您能给解释一下？我有个疑问哈，就是因为从来没弄清楚过，就这个公啊。债的利息，它从我们这纳税人的什么地方，我们能体现出来我们拿了这个钱呢？没有，我们公债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今天政府他们需要借钱，OK，那借钱的话，他就需要人家买政府的贷款了，对，那他们就会在market 上，他们就会卖这个公债。那当然，公债的话，很多人他们会想买，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是一个比较靠谱的部门，他们会付这个钱。可是问题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政府的话，我们不会不付这个利息，所以你要知道说这个2.3 billion，最后的话是要付。那这个利息是从谁拿呢？这个利息是从我们居民拿，是不是？因为居民是付税嘛，那税是提供给政府，那政府想做什么就做。对，他会从这里拿这个钱对来付这个公债的利息。，Of course，今天的话，如果你是支持实施提案，然后你是攻击反对的人，你是讲说你是不喜欢医疗的进步，来，你是觉得说生病的人啊，如果是有腰酸背痛啊等等的问题啊，你是不支持的。对。
好，那 50% 的人在加州的话都有医疗的问题。嗯，好，所以你不支持医疗的进步，你就是在歧视有医疗问题的人。好，你是在攻击他们。可是，好，反对14提案是在讲说，我们当然觉得干细胞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的方式。嗯、可是第一，好，我们加州钱已经不够了。对，都是赤字。好，第二。这个如果今天要做干细胞的研究的话，那联邦政府应该把这个钱给我们、嗯、为什么是我们自己掏腰包呢？对，第三，这个3 billion 跑到哪里了？你已经拿了3 billion， 你现在没有钱，没有看到成果。因为没有钱的话，对，那因为没有钱的话，你突然你就可以讲说你需要5.5 billion 加上2.3 billion 的利息嘛。嗯，太多了，太过分了。对对，是的，我觉得从深层也体现了一个，因为过去美国的发达，它是因为自由的市场经济，私人企业里边有巨大的活力，包括制药厂啊，一些私人的科研机构哈，医药的，那它完全由政府来负责这件事情，就像您刚才讲的，会有很多腐败，然后也不会有结果，就旷日持久的把这钱拿出去，我相信我们这些人在有生之年都不一定能看得到这个干细胞的进步。所以这个事情还是要好好考虑一下，是投 yes 投 no。Yeah, I mean, 我们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现在的美国不是像以前的美国。以前的美国的话，我们钱是比较多；我们现在的美国的话，特别加州，经济比较不好。对，是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没有多余的钱。如果今天我们有多余的钱的话，那我们当然我们要做这种研究我觉得很多人支持。可是我们不能左手一直在放钱，右手一直在拿钱。来，我们一定，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要讲说，我们知道说干细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可是比较重要的是现有的居民、现有的需要，不是人家要钱我们就马上花。嗯，对，是的。Okay. 好，这个很清楚。现在下一个是关于肾透析的，好像肾透析的病人很多，这个我们过去也写过一些报道啊。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医术存在啊，包括钱的分配啊，包括这些，那这个提案这次是要主张做什么呢？23提案其实是一个蛮简单的提案，okay? 虽然写的很复杂。嗯，23提案是想说，今天有很多地方是洗肾的，每一个洗肾的地方规定要有一个医生存在。今天的话，有很多的洗肾的公司，他们讲说，如果你支持，你要每一个洗肾的这个地方多加一个医生，我们很多洗肾就要把它关掉了，因为我们洗肾的话本身不太赚钱。这些洗肾的中心都是私人的，不是政府方定的，对吧？也有政府也有私人的，可是这个23提案的话、啊、就是针对每一个洗肾的地方。那当然如果说是政府的话，他们不管嘛，因为他是非营利机构，他们也不是想赚钱、嗯、可是大部分的洗肾的地方都是公司、啊、都是盈利的生意，所以、啊、共和党反对，民主党支持。这次的话有很多的工会他们是在支持这个23提案，可是有很多人包括共和党他们是在反对。他这个反对的理由当然就是又增加了这个 企业或者洗肾中心的这个开销啊，他们就是增加开销。嗯，可是支持23提案是讲说，如果有一个医生的话在洗肾的公司，那这是对我们的居民更多的保护、嗯、反对23提案的人是讲说，我们当然是希望保护居民，可是也要知道说，今天一个人开了洗肾的公司，他们今天的话如果他的开销太大，他宁愿把它关掉。嗯，那我们洗肾的话，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居民方便，居民方便的话越多洗肾的地方越好，然后洗肾的话不需要医生。所以这个法案的本质其实还是一种，就像您刚才说的，工会它是要求再增加医生嘛，对吧？然后减少这个现场工作的人员的压力啊，这样它是从保护它的员工或者 staff 的这个角度来出发的。但是它落点是这样的话，对一些前去洗肾的人会条件会提供的更好，可是呢对于洗肾中心来说，那它的增加这么多成本，它可能就会被迫关闭，那洗肾的人可能会更麻烦，因为他方圆几里之内找不到可以洗肾的点了，就是这个意思，对吧？我经常会讲说、嗯、每一个法律条文的话有利有弊，我们要理解双方对一个提案的看法。23提案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今天的话我们要给居民更多的保护、嗯、洗肾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办法洗肾的话人会过世。可是我们要记得说，今天洗肾不需要医生，如果增加开销很多公司会关。那特别在这个疫情的过程，
这是一个、每一块钱可以省下来是很重要的。对对，现在节约成本，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人浮于事的东西还是应该是反对的，就是 越来越多的增加了人事的麻烦的，其实都会降低效率，这个是肯定的。这个很特别呢，就是反对24提案的也是医生学会 California Medical Association， 他们在反对，对，他们是觉得这是不需要。哦，那这个还是说了一句公道话哈，因为他们最了解这个医疗系统内是不是真的有必要要有一个医生在现场坐镇的哈。That is correct。好的，那Paul，我们今天就讲这两个提案。就像我们讲，这十月五号的时候，很多的通讯投票的那个本子已经发出去给每个人了，所以现在的话，那个提案很多解释的提案那个本子已经出来了，要知道说每一个居民的话，如果你有投票权，投票权你要记得登记。那你会收到一个通讯投票，如果你是觉得你这个公民想投票的话，我们当然鼓励你投票。11月3号以前，如果你还没登记投票，你可以在总统大选的时候那一天，11月3号的时候登记投票，然后你可以当天投票。嗯，好的，谢谢Paul。Okay.有兴趣的观众呢，谢谢，也可以接着关注我们过去跟郑律师做的一些节目，他对于加州的提案呢都有特别详细的非常客观的解读。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再见。 Thank you， 谢谢，拜拜。